新乡的草坪头是樱花圣地，许多喜爱樱花的民众都会特别来到草坪头赏樱，也带来大批观光人潮。但由于今年气候是暖冬的关系，花况并不如预期。今年是一个暖冬的这个季节，所以真济这个樱花的区域花拢开了无讲啊真理想啊，尤其呢吼较关山的较早开，所以这个樱花开了嘞吼，不比讲过去的水啊，不如讲吼咱较低沿的山吼，伫即马拄啊好，即几工啊有落雨，啊气温有小可下降，所以这樱花呢吼一次的绽放，啊规片山吼诶这个樱花看起来都是红红的，然后配上咱这个高山吼，即个这个哦青叶的这个树木，所以一概看起来这个画面拢非常的水。而新乡除了有草坪头可以赏樱以外，在前往草坪头的路旁上，同富国小的校园内也种植许多的樱花，花况更是相当的美丽。那咱同富国小啊，这个校园的周边吼，都种了一排真水的这个樱花啊。那么感谢就讲哦，咱的媒体记者会当去发现到这个秘密的境地吼，所以咱伫这嘛邀请就讲啊，喜好赏樱花的。那伫草坪头，恁就你讲，无够恁的理想，会当来同富国小来观赏哦，上水的樱花。今年的樱花因为气候的关系，花况不如预期，但新义乡的同富国小花况相当漂亮。陈议员也欢迎喜爱赏樱的民众可以前来新义乡的同富国小赏樱。记者邱平义新义采访报道。